济南品麦数控设备有限公司，位于济南高新技术开发区柴家工业园，是一家集数控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新型数控设备公司。公司拥有品麦、格特两大数控设备品牌，近年来公司专注于 CNC 数控技术的研发，在其设计与技术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拥有多项国家专利，突破了数控设备技术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数控设备技术的自主化、专利化，完成了数控技术的产业化转变过程。公司主营产品有木工加工中心、板式家具数控生产线、石材 CNC 加工中心、五轴数控加工中心等各种型号的数控设备系列产品。公司承接各种专业定制设备，实现客户的个性化设计。品麦数控拥有国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建设面积20000余平，其中生产面积18000平方米，办公面积2256平方米，厂区设有生产车间、办公楼、宿舍楼、业务培训室、中式餐厅、欧式餐厅、客房及体育场。公司拥有员工160余人，其中研发团队20人，高级工程师5人，高级技师15人，年产值达到1亿元以上。同时在生产设备上也将投入较大资金，公司投资300余万元引进沈阳机床一厂的数控5面显，成为数控雕刻机行业拥有最高端加工母机的企业。公司计划完善板式家具智能化生产线、五轴加工中心的高端产品体系，实行产品多元化和供应链管理。这一切为公司提高产品的整体质量和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软硬件基础，正是公司寻求大发展、开创新局面的又一长久立足举措，是公司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充分展示公司总经理、副总不断开拓、勇立潮头的远见卓识和与时俱进、矢志发展的创业精神。作为国内定制家具数控设备行业的佼佼者，品麦数控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稳定的客户群体，建立了覆盖全国各大城市和面向海外的经销服务网络，产品除在国内热销外，还远销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中东、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麦数控的全体员工坚信，融传统和现代管理理念于一体的企业文化，预示着公司将迎来人人以企业为家、爱岗敬业、上下一心、开拓发展的兴旺局面，尤其是能获得新老客户及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事业必将迎来新的辉煌，向着数控设备行业领军企业发展。